设备的会所、礼堂等等啊，谢绝抽烟，因为呢，你们必须要呼吸，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呢，在我们的礼堂外的这个走廊或者是门后面的门窗，应该要有。我们同时呢，也是热烈的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嘉宾陆续到来，请您就座，谢谢。正常嘛，这个规规了，你好接哦。明睇我啊！Thank you.
争取时间哦，我们的时间是八点半就到了，不管那些定做了，现在我们要表演开始一些，不要你们坐在这边很像没有无聊哈、哦。在我们是这些新的队员，去年他们舞到那个土跌下来就是他们，今天他们绝对不会掉口料，要不闹鬼料。现在呢，他们表演是说，大概是像大概啦，你们不要笑，他们也是训练的出来的啊，大概你们不要去批评啊。现在他们表演的是打，叫我们的招牌一模一样，叫做德胜鼓，希望你们打一个掌声给他们，鼓励他们打得会好听一点。OK。Thank you.
你佢馬球影咗咩嚟嘅？行政派车辆进轨了归八颗，大概省到这个省归八颗。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接下来都请我们的主席讲话了啦，今年也是不例外了。不过当他上来讲话，你们打个手掌，这太年轻了。阿里少人做 chairman， 好，你是 chairman， 阿里少人做 chairman， 你应该会欧咯。生意上哦，真的有一手，希望你们打个手掌，欢迎我们的主席跟你们献一献词，好吗？他就是，陈进克先生，来鼓掌。今天是德胜馆国术醒狮研究学院罗华生师傅庆祝乐善联欢贺新年大会在于今晚隆重举行。去年罗师傅盛情邀请了蔡礼佛、洪胜馆陈洪顺师傅来为本馆国术运动训练心血。陈师傅抽出了宝贵的时间来栽培精英的精神，是我们国术界应该向他学习的。我代表罗师傅向陈师傅说声道谢。小弟现在宣布今晚大会正式开始，并顺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财富滚滚来，谢谢。陈浩顺先生上一上台来。我们的新加坡也是响当当的技工、兵工的大师傅，陈浩顺先生。你浩顺啊 ，sorry， 讲错了，那么两个都是顺的。这个是多在一点里面哦，已经你那边好给我个好了，华语个唔含汤啊，好给我了，常常不讲话了。今年来比较古年，因为咱个西部个脑壳，所以真排泄失传一些好的事物来教这个囡仔。可能今年来比有真正进步，特别今年咱个西咧，你若卖讲批评不批评，但你若看了有进步，你就看清楚。但是这功夫，这里只有安尼好个贡献呢，这是
什么人的功劳，什么人的苦力，就是新加坡蔡里佛红山馆的大赛的师傅陈洪顺师傅，当天我来乔瓦郎的老陈洪顺师傅上台，上台，我拍摄提台，哎，上台，啊，大力的掌声，几届的冠军终于收山了，太快啊！现在我们把这个名贵的手表，这个是说礼轻情意重，向陈洪顺师傅，啊，给他一个纪念，说啊，大赛了快指标，啊，一人来二赛了快指标，点点快了时间，啊，一得胜快二赛了快指标，所以现在请我为应工气功的顾问刘浩顺师傅，将这指标上哦，蔡里佛红胜馆的陈洪顺师傅，请大家拍解放，这一两支家伙哎，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陈师傅跟刘师傅哦，刚才刘师傅改叫陈，不是因为两个后背就顺了，改顺了啊，给你摆了两摆，大家跑掉人家改顺了哦。这个节目是要开始，这个什么呢？那个叫别败家，干嘛败家？干恭喜你，五寿贺新年，金号比龙，啊，就是这个叫怪物。那边老公在新加坡，上次是把你接兵了。在中国呢，未使讲啊，在中国不可以讲啊，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新加坡大声讲啊，吼，新加坡大声讲，绝对是无的。新加坡真的没有。有，所以说新加坡有的举手，各地的跟我敌酒，是吗？没有噻，证明是我会的功劳，我们的赞助商的那个 supporter 的功劳，出路的人的功劳，不是吃饭的工的功劳，不是人晒的功劳，是路人出路的功劳，跟路人的嘴本的功劳，这真厉害，好，当天请人入来跟你们行咧，跟这人表演这五只赛，请你提升了。够钱啊！今年真加新加坡啊，安怎咧？今年有上财神啊，发上兴啊！哦，不是讲搞袂掉人衰啊，无啊，无讲这句话啊，啊，无讲啊。今年有上财神，送财神，上财神是安怎上咧？五个大头，这五个大头叫五福临门啊！我福教你做啊，什么福？娶某的福气啊，某的福气，不是衰的福气啊，某的福气。囝的福气，厝的福气，听清楚，车的福气，风车，到第五只叫五福，最后一福叫做抓你说五福临门。你若叫到迄财神呢，五行对你出来去了，什么物件？宝树壁桥，厝大间，车大顶，抓你滚人看到路，经理本来叫你无认识，安怎？你也累过百地滚人了 ，OK 啊，好不？看过来，让调出来。当天有请表演，你是车赛的第二位啊，好，车赛的第二位，请表演啊。
脸就是没有鼓励的掌声。他们这不好晒，然后公的哦，我也是中夜出来开灯，我也是点烧开灯的。好厉害嘛！对啊，所以路人不好晒是地出来开灯的，我地烧开灯的，对啊。我带我回来了就不开灯，阿弟这不好晒，然后不是我爱开灯，安得嘞？哎，甲唱歌啊，你学下啊。OK， 当天我老是即系西配只更新。很特别，是由我会的师团总教练兼顾问陈洪顺师傅本身来开光，把这个香港的传统的开光的仪式给大家大开眼界。可是看的人不要站起来，快了我站起来，尽量坐翻去打哦，这个站拢用站头来跳哦，不要出条。请你们打个手掌，欢迎师傅出场。这个人呢，他要做大生意啊，他看到是一时间够个快，一天做八百盘，每一天掉落去他能八百盘，一条船，所以他要不要来到他身上？啊，你们帮我把另外告打了哈，关掉。我来今日做投票，未使眼头，我讲完先啦。我开光咗张投票，你千祈唔好俾我俾你啊！系。朕有玉皇大帝，下一辈进佛王，庄严茂生历代祖师，神师显世，天下太平，民众一生发扬光明。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下来下来啊，应该是没拍了，各等各穷乡。不用站起来，不要紧的，来什么的，慢慢站起来哦。因为这是我把你来参加你最高办好办花礼办哦。这个是第一次，我相信你们第一次看哦。这个叫做五福临门呐、啊，一二三四五，五福临门。如果他走到你的台上，拍你的背后，把这个红色的彩莲给你，就是入 hockey。他那么听你把龙龙将来头前哦，没事没事，安过千奇，这好事，快站起来，快走头前，这我爸给你那么久我都看着，我有生是出息了，我有生，我老母生是，我很富裕，只是我老母生，没事了，这是过千奇的，一时听到你到趴到你的冰头，这红菜三毛路，你来边头五十多年。就是说，那你这破泥来没？你在这个土泥里面，哇，就跟这个彩莲一模一样了。什么风山水起啊，横财就手啦、啊，跑不了丢到尾里出啦，就是这样而已啊。啊，没事，提起来，哎，这边，没事啊，先讲啊。等他自己自愿的走来，然后把这些福气来带给你们，你们不可以告诉我，不带给他叫我刚刚不好写啊，对。你话好啦，别忘记这叫做这叫做什么贪污啊？这两个定人啊 ，OK。你们两个做法好挑选啊，没使八卦嘞。你看到这个片红的你就可以，我查某过分红的你都可以。讲清楚这话很多啊，查某过分红的都可以，这是啥啦？啊 ，OK 啊。好未，好了，我站起来了，三条人，三条你们站起来，来，起鼓。
啊，等我来一份啊，那个八卡了，八卡了。跟你们大家玩，大家开心。为什么呢？当他走来的时候，你们一定很紧张。哎，购买好啊，购买好啊，有。可是这个是这样的，是有缘是送给有缘人，不是说你没有缘，哎呀，没缘了，没礼拜了，不是。等一下还有几个跟这个过年有关系的节目，跟这过年有关的表演的，大家都能听了登记啊。困不累求啊，我骗我，你们看了听了回去都会笑，睡觉想到梦到都会笑的。这个节目特别不是王沙野凤的名字，是这叫表演，这叫表演过年的气氛。 OK， 王沙啊，这个事情怎样做，叫做行思永过万年关啊，西啊，真坎坷过这关，就是讲当今女人欠文人，这关真歹过。女人借文人也是歹过，欠人女来过你来对上也是歹过。所以这西人这痴，这叫做借女人这难关啊，把女人难关给堵上，那么坎坷过你人家了，特别富起来嘞。
在我们党部新旧还是我们党部他不是那时阵呢，你能不能拍解不好？因为是咱们能渡过难关呢。啊，你能够过了这山顶，比没看困难，对我没讲阿龙钱，啊，没登点龙中变北京的面料。好，这山顶啊，渡过万年关，醒狮勇过万年关。我告别要见你，我叫水嘴嘴来上我路了。啊，广卫收那个 standby 一下好了。